藏。殷商末年，纣王受妲己魅惑，诛杀贤臣，奴役百姓，将天下诸将驱至朝歌，兴建月台，一时间民不聊生。爷爷，我想回家。快了，马上快了！小伙子，小伙子，滚开！跟我！还有多久竣工？回娘娘，七日内一定完工。终于要见证了。爷爷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别怕，他们要给我们发好吃的。副长，走！你在这快快等着，爷爷带回来给你吃啊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